清晨六点，伴随着第一缕播撒在维多利亚港的晨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的导弹护卫艇捷兰起航，将在维多利亚港执行一场海空联合巡逻任务。而记者冯家也有幸跟随舰艇编队一起出海，去见证着壮观的场面。我是先后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驻港部队舰艇大队的7710，那现在呢，他们正在海上执行巡逻任务。那么由于这个地域啊，这个水面比较窄，船只变密集了，这个风浪也变大了，所以说现在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艇现在速度啊变慢了，因为呢，这个我们的艇经常就是会在这个航道当中去礼让其他的船只。舷号771的顺德号导弹护卫艇是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的指挥艇，艇长方雪刚对这片水域的情况了如指掌。我们安城都这个港城里出来过后呢，就是齐力锚地跟油麻地锚地一个货船的公共通道，这里面来往的拖载组合跟那个小型货轮集装箱船非常多。我们在这个地方操纵的时候呢，必须要加强观察瞭望，谨慎操纵，确保我们航行安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海军的舰艇大队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昂船洲军营，从空中俯瞰，舰艇停泊的港池呈正方形，右上角小小的开口就是海军舰艇进出军营的大门。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上三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往来各种船只川流不息。由于军舰进出维多利亚港湾的航道正好垂直于左右往来的船只，因此每次出航，艇长方雪刚都倍加小心地避让着往来的商船。跟随顺德号一起出海来执行这次特殊巡逻任务的编队指挥员、舰艇大队的大队长冯尚莲向记者介绍起了这片海域的情况。维多利亚港可以说是世界上非常繁忙的商业港，这个港内中小型船舶居多啊，客船、小货船、散货船、集装箱船，这种船只比较多，有的时候呢还有小渔船。就是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周围有多少条船在运行的话，是怎么来看呢？改变良辰，良辰，改变良辰，良辰，这可以数嘛，是吧？现在可以数了。这基本上是岸边了，是吧？这都属于岸边了。点状的一般是属于。对，是吧？这里可以数，是吧？这就是。那等于是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船现在。对，这样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船。报停止，渔船一艘由左向右运动，可能给我停止。就在顺德号导弹护卫艇刚准备加速时，一艘渔船抢在舰艇的前面驶过。停车。右慢动。右慢动。暂停。好。震动。震动。当地渔船和商船有一个风俗，叫做抢头彩，喜欢抢过另一艘船的船头航行，以获得吉利的说法。这样的行船方式往往会给被超越的船只带来危险。很多货船呢，他看到我们去出港的时候，他没有减速的意思，都想超过我们船头讨个吉利。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及时控制好我们的航速，保持好安全的距离，谨慎操纵，采取安全航速，宁让三分不抢一秒。而正是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的这种宁让三分不抢一秒的航行态度，赢得了香港船主们的普遍尊重。在巡逻中，经常会有商船向军舰鸣笛致敬。有时候要群龙敬礼，以海军的方式向群龙致意，所以应该说，海军呢在展示形象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个编队过维港的时候，对我们发出一个很感慨，就是说这海军这个驻港部队确实很雄伟、很壮观。维护香港海域的这个安全与稳定呢，是我们海军呢担负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很自豪，感觉到对驻港军人很自豪。
艘舰艇组成的编队航行在维多利亚港的海边，映衬着现代化都市的背景，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而这样壮丽的场景也吸引了香港市民的注目。但这看似风光无限的航行背后，却是海军官兵们不为人知的艰辛。那现在呢，我已经穿上了救生衣，是在这艘艇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嗡嗡的轰鸣声，还有这个阵阵吹来的这个柴油味儿，还有就是这个燥热的这种蒸汽感，尤其是太阳如果出来的话，这里非常的热，所以说官兵们在这艘艇上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距离两列，快点应收。此刻行驶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记者冯佳能体会到的这种种辛苦，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舰艇上早已习惯了大风大浪的官兵们来说，实在不值一提。为了切实加强官兵的战备能力，每一次巡逻都是一次练兵。虽然海空联合巡逻的场面恢宏壮丽，但正在舱底作战室紧张执行训练任务的官兵们却无暇欣赏外面的风景。因为在不久之后将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们，因而他们必须为即将到来的考验做着精心准备。一二弹，二弹，开始检查，左手上背，放柳刀，当补正，导弹攻击，导弹攻击，二指注意，二指注意，打击目标动摇梯，打击目标动摇梯，提升两枚。这样的考验就是顺德号将很快参加一次实弹射击演习，而方雪刚作为顺德艇艇长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在任期内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让他倍感自豪。从2003年、2007年、2009年这些照片就非常清晰了，你看特别是2007年我们打单的时候，这个上面海况是非常差的，就是当时的浪高都在三四米这个浪高，你看我们的这个后面那个浪高都浪得像甲板，那个海况是非常那个，但是我们八分半海况差，但是我们还是精准的命中的目标啊，起了手滑命令的号称。这面墙上挂满了771导弹护卫艇历次实弹射击获得的荣誉。从方雪刚兴奋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很期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带领战友们将导弹准确击中目标后，也同样将这样的荣誉挂在这面墙上。虽然顺德号导弹护卫艇体态小巧，其战斗力却不可小觑，所带武器的攻击威力不低于一艘中型军舰。提起艇上的导弹装备，方雪刚充满自豪感。这款导弹武器系统呢，是我们国家比较成熟的一款的，它是两座艇字型三连装的啊，艇字型三连装的。我们就是说，这个一艘舰艇就是有六米导弹，它突击威力非常强，抗干扰能力非常好，振奋人心的时刻历经出鞘，这就更加凸显出我们这个艇的作战能力非常强。一艘舰艇在六米舰内舰导弹是非常强的。作为驻香港部队的海军部队，切实履行好保卫香港、保卫海疆的防务任务，是每一名官兵心底里坚定无比的根本信念，而这也是促使舰艇上每一个战位苦练精兵的动力之源。不久之后，顺德号就将再次出航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执行他们盼望已久的实弹射击任务。平时有着如此扎实的训练标准，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是即将进行的实弹演习，或者未来的作战任务，顺德号一定会续写新的光荣篇章。同样是实弹射击，对于驻香港部队航空兵团团长卫立军来说，却有着一次不平凡的经历。
驻守香港15载，航空兵团的官兵们和这片天空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航空兵团建设的稳步提升，装备也在一代代更新，新型19武装直升机的加入更让航空兵团的战斗力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武装直升机既能大航炮火箭又能进行空对空的导弹发射，也能对地面装甲目标啊空对地的啊导弹打击，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的更新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国家第一代的武装直升机叫19武装型直升机，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研究的新式的武器啊，就是火箭发射器。航炮呢主要是对地面的一些移动目标或固动目标进行攻击，导弹呢特别是对啊装甲类目标啊，这个命中率比较高，打击效果比较好，因为它作为武装机使用呢肯定要灵活，第一它要攻击敌人，第二呢要做自我防护。武装直升机号称呢就是坦克的杀手，这个呢对地面装甲目标攻击基本上是命中率相当高了。这些新型19武装直升机是2011年根据换装需要卫立军带领团队迎接回来的，但就在迎接新装备飞回香港的途中，他们却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驾驶新装备进行实弹打靶射击演习。虽然执行此次接装任务的飞行员们都有丰富的实弹射击经验，但对于刚刚接受的新装备，毕竟还有很多地方不太熟练，他们能否交上合格的答卷，正是航空兵团整体作战能力的一次检验。军令如山，航空兵团官兵们驾驶新型直升机果断向射击目标猛扑过去。因为在这个历史上接装新机的部队当年就进行武器射击形成基本的战斗力，我们是第一家，是最快的，完成实弹射击任务之后我们飞机才正式的归建。经过考核，航空兵团的飞行员们出色地完成了实弹射击任务，接手新装备首次打靶就全部命中目标，这样的成绩对于全军航空兵部队来说都是一流的。怀着兴奋的心情，记者登上了直升机，亲身体验到了航空兵团直升机翱翔在香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妙感受。香港地形复杂，高楼林立，在这样的空域环境中执行任务本身就要求飞行员必须具备高超的飞行技术，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和勘察直升机的起降点更是对飞行员技术的一次考验。这次记者要体验的就是这样一次勘察任务。为了适应啊履行我们防务需要，为了我们更方便的执行任务，这样对香港对外公开的150个飞机的机降点呢我们重新进行了勘察，确定了哪些呢可以作为我们执行任务使用，哪些呢我们可以作为平时训练来使用。因为在我们的使命任务里边有抢险救灾，有防卫作战，有维稳治乱啊，这几项任务我们都要掌握好香港地区的每一个重要的目标，以便于我们更好的完成我们的使命任务。与之前记者在战舰上看到的景色不同，此时从空中俯瞰维多利亚港更是别有一番风采。那么刚才我们在俯瞰了整个香港的风景之后呢，现在我们的飞直升机即将要抵达驻军总部大厦中环军营了。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地方地处于香港最繁华的地段，周围是高楼林立，所以说地方机降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飞行员们平时训练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这里是位于香港中环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总部大楼，大楼底部的篮球场正是这次飞行训练的模拟着陆地点。
虽然篮球场平坦开阔，但是周围楼宇间的气流却是对直升机顺利降落最大的干扰。楼群间呢，气流比较乱，气流比较乱，你要预有准备，因为你也知道飞机呢都是给空气在打交道，是吧？这个气流一乱的话，它对这个飞机的操纵啊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就像一个井一样，周围全是高楼，中间就一个小场地，在我们直升降落时无法建立航线。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和紧急任务，航空兵团的飞行员们必须适应在香港各种不同类型的场地着陆的能力。中环军营的篮球场已是楼宇鳞次栉比的繁华都市中比较容易的降落点了，而接下来降落的难度将逐渐加大。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将会山医院的楼顶。和中环军营不同，位于香港九龙的枪会山驻军医院的大楼楼顶停机坪，是香港这样繁华都市中典型的楼顶起降点。每个降落点的结构和特点都不尽相同，为了能够在特殊情况下紧急输送兵力或执行救援任务有所准备，航空兵团的飞行员必须现场对每一个降落点进行实地降落训练。香港九龙东军营情况更加特殊，密密麻麻的楼群参差不齐，就在两楼之间有一块面积不足十平方米的空地，这就是直升机的紧急备降停机坪。通过经纬度之类的。下面的，下面的垃圾桶被吹飞了。第一次降落并不顺利，巨大的直升机卷起了风力，掀翻了周围的一些设施，让我们感觉到这样的空间要想平稳降落确实难度很大。然而飞行员并没有放弃，决定换个角度再次尝试。就是我们重新再尝试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那个去找路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会有可能避免吗？对。从空中望去，很难发现降落点。当直升机离降落点越来越近，我们也越来越紧张。它转一下不好路啊。它意思再吹一会儿。再吹了，你赶快落吧。看到这坐左这儿啊，欢迎你进。啊，左的没，左边没事，左边没事，没事吗？可以，可以。好的，说可以了。经过细微的震动，直升机终于稳稳着陆，我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这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场地，空场地上面。那现在呢，我们从飞机上下来了，这个地方是九龙东营区的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场地，像这样比较特殊的机降点，如果平时不训练的话，可能突然间要使用也是有难度的，所以说空军呢会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在香港执行航空巡逻任务，飞行员们都已经练就了高超的飞行本领。面对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和复杂的城市环境，没有过硬的驾驶技能，很难胜任这样的挑战。位于香港岛最南端的赤柱半岛，一眼望去，这里找不到一处平坦的空地。然而，航空兵团的飞行员们却执意要在这里实施降落训练。说白了，就是一个石山，上面坑坑洼，很不平。飞机完全降落呢，不现实。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点我们要使用，没办法去采用呢，就是，单轮着陆啊等等类似这种方式，或者说全艇上下人呐、货物啊，或者空投空降啊，只能来这种方向来执行任务。不行，那没办法，海平那是斜坡，对，没办法，我再带入接力就可以下去。你看这边好，往尽量的往右边去吧。现在呢，我们的机长已经可以。升级在
可以可以录。可以录。我操，这要准备度多大？这个地方呢，没有开的，看到的全是美丽的风景。但是呢，这个地方地形比较陡，不平，所以说对于骑行的向后是有难度的。往前点。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往前一直在能好，这个坡好，马上好。他们只能进行单轮降落，来寻找一个合适的。完成了勘察任务，直升机开始返航。当再次经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时，与初登上直升机多少有点紧张不同，记者的心情已是豁然开朗。从我这个角度呢，可以看整个香港。驻军15年，他公民团呢也见证了15年香港的变迁和发展。同时呢，他公民团的飞行员们也用他们精湛的技术守护着。世界上的空军都是这样，非常危险的。他们对于个人素质的心理素质要求更高，他们带来的风险会更大啊，所以他们崇尚的精神是不怕牺牲啊，不怕牺牲，英勇训练是吧？这样一种精神，其实训练也需要勇气。我们今后的这个作战能力要提高，关键这个人与装备的有机结合，来增强这个作战能力。驻军香港15载，祝香港部队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团从难从严苦练精兵，强力锻造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防务能力，已经成为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雄狮劲旅。